今天我來到這個港青酒店做什麼呢？唱歌，我會有一小時的時間呢跟大家分享音樂，當然有我平時拍開的吉他手 Teddy 啦。好期待啊！因為今日個氣氛啊，呢度個環境啊，好 relax， 大家要超住食嘢，超住飲嘢，同埋超住聽歌。咁啊，要望望後面，其實係望到即係對面海啊，好靚嘅夜景。哇！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呢個港青酒店，今日嘅夜夜夜夜，俾啲掌聲先啦！時光飄過。一声两声中也是心声，全人群里为人群顾虑，逃离中又逃离空虚，时而走近时而远去，谁散于聚都居于心里，红尘漂泊才一日默然回首，和谁还是剛才啱啱咧就已經唱完呢個音樂會啦，好開心，亦都好多謝港青酒店邀請我啦，同埋好多支持嘅朋友啦。咁咧 ，Teddy， 我哋今日好成功啊！你彈得 enjoy 嘛 ？enjoy， 好啊！加油！我哋仲有一場10月31日係我生日，大家一定要嚟，耶、yeah. ！